内地女歌手，凭借其独特的嗓音和多变的曲风，一直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的专辑横扫各大音乐颁奖典礼，她是唯一接受美联社、CNN、BBC 三大媒体访问的中国唯一女歌手。她是华语新生代的佼佼者，她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海豚公主。她就是张靓颖。唱歌神张靓颖，最执着的期待。也许好多年前你来棚里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我不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我是感恩这些年的变化，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。因为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的乐趣就是分享，然后跟棚里的人一起待着也是一种分享，所以它最大的共性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依赖感。因为你心之所向，你想待在这儿，这就是一件没办法的事儿。就像唱歌，你就想唱这首歌，那就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，就是喜欢。对，你即兴。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的好朋友崔迪，谢谢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张靓颖这次放弃了大编制乐队，只用了钢琴伴奏来演绎这首歌曲，用来表达一份最朴素的爱情。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太多让我
感动的东西，这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收获，真的就是那种不离不弃。他们特别珍惜每一天，虽然他们可能才三十出头，但是他们足以互相称为老伴儿了。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就是崔迪，就是刚才弹钢琴的音乐老师。对对，非常值得佩服的一段爱情。她的老公万家明，他是自己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音乐人，跟癌症已经抗争了十几年了，反正这么多年看着他们走过来特别特别不容易。还好他们有音乐，我们一直都说有音乐我们有很多的幸福感。我很感激海泉老师还有亮颖，他们在舞台上的那份很简单的表达吧，我觉得是对我们幕后制作人的一种尊重和一份理解。如果世界是一片弯腰森林，我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，不用怀疑，我就是那么在乎你。其实我也有耳闻你的歌唱得很好。假如现在给你一个舞台唱歌给大家听，你愿意吗？勇哥，其实我有过这个想法的，就是因为亮颖一直这么多年在鼓励我这件事情，中间也曾经想拼搏一次往台前冲一冲，但说实话对自己的颜值不够有信心。我也觉得我算了，我还是踏踏实实做幕后。但是他也经常鼓励我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很乐观的去想嘛，假如给你一个舞台。但这个不太现实啊。这么多年他在台上永远站在我的后面帮我弹唱和声或者帮我弹钢琴，所以我想让他当一回主角，我去配合他。成功的欺骗，希望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留下一个温暖的印象。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把我们心里面所有想做的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了，这是我觉得最美好的部分，所以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我是正儿八经觉得如果我没有在棚里面待着这些年，我就正儿八经不是今天的自己，这个是发自内心想说的话。其实我现在气儿也没喘匀。万万是我的惊喜，但是他是我的生命，但是你这个惊喜是我最大的一个恩典。哎呀天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在棚里这些年我也学会感恩，我也学会对很多事情理智对待，然后又抱有期待。我要每一个人我都要问一遍，因为我要一次一次的回顾一下这个幸福的时候，从每个人嘴里都说一遍。
我要更幸福。我已经挣脱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借一滴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寸一寸寸在挣扎。我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惩罚，借一滴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换你的谎话。听了亮颖今天唱的这个短发，我很难受，我憋得慌。在他的音乐当中，我听到的是一种释然，亮颖突然之间好像就成熟了很多，就我很想给你一个拥抱。真的，几年以前我们听短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爱得疯狂，几年以后亮颖唱这首短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些年我们学会了爱的忍让，原来忍让比疯狂更接近于爱，所以才会故意装傻，所以才会自己杀人。我其实看到他在演唱的时候有一点点抖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尾声，就是把歌里面的压抑抒发出来，挺好的。排毒排毒。